我开始毕业的时候，我对牙医的环境很不满意，我就写了十篇文章，叫做《牙医医疗环境合理化》。后来我真的花了差不多20几年的时间，把我当初想的10件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完成，透过工会的力量，透过各方的力量。会员代表居然没有人去，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上面做了全部的一件事，然后理事长就语重心长的跟我这个年轻人就解释了很久，他就想要跟他讲一句哈，这老人想要跟少年人讲一句，你若认为哈，你会讲会对的，你的意思唔到头前这20几个人讲的都唔对。那我到那时候还是很勇敢的上前跟报告理事长，如果你们真的认为这样子，我认为你们都错了。哦，那未来的市长来跟大家分享对今天我们主题还有对吴尊啊，哦。确实看到这个题目哈，政治如何疗愈社会，也吓了一跳哈，好像很久没有人在谈这个事情了哈。就是说政治不要就是干扰社会，不要破坏社会，就已经觉得不错了哈。还有这个疗愈社会这件事情，不过这个题目提出来，我也稍微想了一下，刚才路上想一下，就是说政治怎么会疗愈社会？第一个就是，当然大家不要认为是我在讲口号了哈，就你觉得政治。真的是开始把事情做好，好，请这样列做改进，你就会觉得说，哎、欸，也还不错啊，啊，我政府有政府会做事也很好。然后第二件事，当政治里面小众的需求被提出来，而且得到大家的注意，得到合理的解决，那你会觉得很舒服，啊，我当时还是改进共识，我当时改进要变，哦，我都要行为共识不到的。等于好，比如说场所把它供出来，这不是帮我做出来的。我在议会里面，大家有认真的讨论，而且感觉单管。好，我想市民又觉得，我当市民，我也当很久的市民，我也觉得，哎呀，好爽啊！我这议员真好，这件一家乐啊，小众的事情，啊，很小的，也许一只猫的事情，对不对？哈，啊，一些小小的事情，但是就是有这些政治的人物愿意花一点精神去关怀。让社会变得更好。然后第三个会，第三个会有一个哈，就是真正疗愈事情，就是说好人有出头。哦，比如啊，这吴尊哈，他以前嘛出头出来算啊，算五条，他说啊，真好。我想过吴尊是好人，从学院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观察，应该都是年轻人了哈，提出很多的见解看法，有相当的辩论，可是。一旦要引发一些社会冲突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有一点退下来，他并没有往前冲。马修巴科学了啊，修巴科学，但是问题是非常重视他对问题看法的深入，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并不走向冲撞的路。哦，那像这样的人，如果能够有机会，也能够出来，那我觉得在政治也让他觉得说。那我们大家都一点来恶行恶状才算了一条，啊，不是每一个政治人物有一部分是恶行恶状，但是也有哦一些人真正的是哦，就是维持着一个理性哦的一个抗争，然后来讨论事情。好，这样子我觉得政治疗愈，我觉得这三个政治人物愿意把事情做好，那你可以看到小众的事情哦被注意到了，也被相当程度的一个讨论。然后第三个好人啊，能够出口。那至于我自己，我现在当然代表民进党啊，在那里当了5年多的政务官，都是所谓的执政党或多数党。那事实上，我把公职包改了一天一样哈，我也不是我是从以前是永远的少数党的民进党开始出来，那时候一定是啊，那我自己在牙医界，我也当了执政党当很久。那时候我很年轻，可能。比你们还年轻一点点，我那时候在工会理事啊。我一开始毕业的时候，我对牙医的环境很不满意，我自己觉得很不满意，所以我就积极想要改变。一直嘛是看笑脸，所以我就觉得年轻人就是这样，就好，他就有几把想法。我想爱光外头得花一点精神，我就写了10篇文章，叫做《牙医医疗环境合理化》，我把认为不合理的地方，我让它下来。啊，是行是行，跟我讲，那我来当安怎啊？是，我就得安怎改，啊，你招待人安怎改，哦，啊，社会愈来愈好。后来我真的花了差不多20几年的时间，把我当初想的10件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完成，透过工会的力量，透过各方的力量，让它完成。
那为了要完成这事情，我就想要进到工会去。然后到工会去，一开始我们就是真是应该真是很小的了哈，小萝卜头。那人就理他，刚才瓜子在讲说打龙国几斤亏亏，我们那全会也很大，那全会大家已经是都不开会的，所以我们在开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那次才好玩，那次会员代表去了没有人去，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上面做了全部的一件事，然后理事长就语重心长的跟我这个年轻人就解释了很久，哇，说这个你这样讲哈，好，那我喜欢这样跟你讲。然后这个他就拿出大家年轻人都常常会碰到的一个情况，对吗？我这老人想要跟少年人讲的是句话，我想不知道人家跟少年人讲的，但当年老人想要跟我讲，你若认为你会讲的对的，你的意思不到头前这二十几个人讲的都不对，我就真当然才有经验的，我们讲的你一个少年你讲的你讲的不对，我们都没有说过都不对。我到那时候还是很勇敢的上前跟报告理事长，如果你们真的认为这样子，我认为你们都错了，我还是很大胆的把我的想法讲出来。那不过一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理性的抗争，不断提出我的想法。啊，最后十年内我就当了全联会的理事长。那把我要做的事情一步一步的，我坚持循环的理念，但是过程我认为需要沟通，然后最后要寻求大家的合作。所以我当理事长完成了我们了解非常多的困难的事情，我也认为在那时候让我们整体对我们的分数偏高啦或等等的还有整体推动的总的预算，那都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凭着就是说基本的一个理念上那我们认为我们在做对的事情，然后尽量去沟通寻求合作，那也完成了一些事情。那样子在我认为就是说，如果那个当作一种公共事务或是工会这样的事业当作是一个也是某一种洋溢这种生态的政治，那我觉得完成了一些事情，那也就是让我觉得很疗愈。来上一些心得跟大家来分享，谢谢大家。